就是违背了雷总说的，最好很早就有产品出来，你这个药的产品太早了，谢谢。所以呢，我就跟他建议说，我说你最好的就是利用加拿大这边是有那种这种边远地区啊，他就是为了吸引这种集团，你如果说你投自己投入多好，他有 match fund， 就是这种政府的，你如果自己拿了5万块钱，政府可能也给你5万块钱，或者是给你那个 facility 啊什么的，那我说你那边也有你的好朋友也在那当教授，你完全可以就是跟他说，我来跟你们合伙，我准备把公司注册到那个比如说是 PI 去，对吧？ PI 那边为了政府为了要资助那些高科技，他肯定给你钱，这个给你钱不是说是白给你，你知道，就说是你自己投多少他 match 多少，我说你先把这公司注到那边去，你自己反正要一年当中给自己的花费，那你就说我投5万块钱，甚至把你几个哥们加起来，你说我为你 commitment 能不能投1万块钱一个人，这样的话呢，我拿了这个 commitment， 我可以向政府说我现在集资到10万块钱，你政府能不能也 match 我，如果 match 的话我就在这边注册，注册的话你就开始有实验室可以做起来，做起来以后那个时候呢，你再去找那个C Capital 讲，哎，你看我总共已经有20万了，这个20万不是光是钱的问题，因为你像唐伟正，你是虽然是学生物的有点基础，但是你不可能是面面俱到，你是作为投资商的话，你认为我对这个项目不会了解得很深的，但是如果我把这个史金卫拉进来，他说，哎，他史金卫都能拉进来，他真的不是随便胡参与的，他就不光进来参与了，他还放了1万块钱进了，那起码我的 credibility 要比我一个人说的要好多，这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政府也是放了10万块钱进来，你也审核了，然后也知道这个可行性有可行性，这就是一步一步的那个 build credit， 但这就是我没做到的一部分，就是我一开始就按照我们唐先生说的是最愚蠢的中国人的做法，就是一步一步把自己钱掏空了，然后做到最后现在这一步，我觉得，哎呀，我开始要集资了，那集资就麻烦了，这就是要两头不着，小钱嘛我也不想要，大钱呢他们觉得你都没集资过，你突然一下要这么多，觉得你也没有 credibility， 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个参与越早的话呢，人家就说是想要占你很多的股份，那现在如果说他觉得我放好几百万连 control 都没有，那这个我宁可去投一些人我能 control 的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失败经验。当然这个 investment 呢，就是还是那么重复了一下，就是说你如果说要 raise 1 million， 那你自己先要 raise 几万，然后呢跟人家说你看我 raise 了什么，如果说我要 raise 10 million， 像现在我公司需要 raise 的话，我起码来说我已经 raise 过1-2 million 过了，那你现在要发展那就比较 reasonable， 所以就是这个道理。但说了那么多半天都是那个瞎吹牛，我觉得呢现在是说，我现在举几个例子，就是我这个刚刚开始在 organize first step 的那个 idea， 有什么腿可以做，现在呢我就说是有一个叫 hospital chain in China， 中国开始 privatizing 这个 hospital 已经开始，然后呢当然最近有点受管理，就说有些那个私营化医院有点乱来，所以呢就名声挺怨的，但是就正因为这样的话呢，才保证我们北美的那种 approach 呢比较新颖。我这个 idea 呢是说是我要在北美注册公司，在北美 raise money， 然后呢到中国呢不是去我买断一家医院，我只买它部分股份，比如说买51%，我不去参加经营，我只是买它51%，买另外51%，买另外51%，根据资金的可能性，拿了这个买了这个钱呢，跟当地政府谈判，就是我拿这个钱呢，不是说给你哪个腰包里的，这个钱呢就放在医院里头做一个 working capital， 那个 working capital 呢就是根据这个当地的医院需要什么，我们引进什么设备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北美这个公司呢，我们不是光出钱买，也不是说去派人去管理，你派人管理派不过来的。那就是把国外最先进的那个技术、最先进的管理那种东西输入到中国去，那当然要分期走、分段走。所以我们呢是跟那个 John Hopkins 联系好了，跟 Harvard 医院、Harvard 那个医学院也同意用那个牌子，当然是要需要有
资金的那个支付，这也大部分条件都谈好。就是将来要做的一个什么呢，就是说我们要买中国的医院，就像那个开咖啡连锁店一样，这是医院形式，然后把北美的技术，把北美的那管理，甚至呢就是 target 的那个这个外商很多的地方，他那些外商他不能在中国医院看病，倒不是说是说中国医院水平不够，他没法报销，他这个那个说什么保险公司不认可。那如果通过这个 approach 进入了北美的管理，北美的 ownership， 慢慢的也许会得到北美公司的认可。